眼见的任安乐一人一马，笑靥如花，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。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我乃安乐寨寨主任安乐，我以三万水师求取太子妃之位。太子殿下到！我乃大晋太子韩嫣。公子气度不凡。太子殿下，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家的官儿。任乐，公子第一次叫我名字，真好听。太子妃之位，乃皇祖父钦定，臣不敢违逆。非他不娶？非他不娶。究竟任大人能不能坐上太子妃，就让我们来赌上一赌。我自然是要压我自己当太子妃了。那我就压你当不上这个太子妃。不可能。这任安乐果真是奔着太子而来。我会想办法不让他荒唐太久。然乐，想必殿下这苦苦一番作为是想要增加我们俩独处的时间吧。荒唐。陛下就让我们立刻成亲，我们三年抱俩。荒唐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十年的弟子人移情于安乐呢？这安乐你真是越来越荒唐。你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看看你吗？好，那便许你多看上几眼。